本期讲解一个小红书虚拟项目，适合小白的长期项目，日入500以上，负载最全的资料270个 G 啊。这个项目的逻辑简单啊，简单的逻辑就是我们去小红书平台发布作品引流，然后在微信里成交，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操作，比较简单，完全可以做一个副业兼职副业来操作啊，并且没有所谓的风口期，是一个长期的项目，不会过时。看看它的定价是，做着这个一个学员的定价是49.9啊，一般是一天开卖10档左右，就是500块钱。这30分的输入还是非常猛的啊，20000多了啊，非常猛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工作、作品的制作实操以及引流和其他的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这是资料啊，自己下载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小红书虚拟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